接下来这首古筝和大提琴二重奏《源流》是由古筝演奏家翁慧自己创作的乐曲。这个作品采用极简主义的创作手法，透过不同的节奏，让音乐像河水一样流动起来，平添了异域风情。乐曲中的即兴段落让古筝这一民族器乐的潜力尽情绽放，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回最本真的初心。请欣赏古筝演奏家翁慧为您带来的古筝曲《源流》。 Please enjoy Zither Performance Unstoppable Piano Accompanied by Uta Atten。
Thank you.